好，我是温 AK 评奖议员。大家好，我是教主。JK 抗衡熊郭杰郭，个人统计平均女性不能超三十秒。你好，我是敏姑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要来晕船系列第二集，因为上一集很多晕船仔广受好评，有些人都说真的很实用，真的哦。但没有人真的标记我说有用，希望真的有人使用完可以标记我们。然后今天我们又加了一位晕船船龄大概几年？我从国中开始的。哇，比初恋还早。反正晕船有两种定义，一个是狭义的，就是说要晕船，就是是有怎么样才算。但是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比较广，就是你单方面一直很喜欢一个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走广义的路线，因为怕米姑妈妈会看这一集啊。很早开始，很早哦。是广义，我是广义的。他真的是广义的啦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跟大家收集你在晕船时讲过最窝囊的话，就很多投稿，而且大家都很相似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，我会念一些就是他们晕船讲过很窝囊的话，如果讲过的人就自己举手，想过也算哦，想过有一样的念头。我们有准备那个晕船贴纸，贴脸上吗？贴身体也可以啦，那个贴纸，所以我也想贴啊，不要。好，来第一题，你干嘛不回我啊？有没讲过吗？想过就算了。对，可是这很容易想到。对啊，就曾经讲过的举手。全体就是很难不想到啊，这是超难，这是超难不想到的吧？他有讲吗？我不会讲你干嘛不回我，我可能会用密他说你在干嘛之类的。那我也来贴个男。好，干嘛贴我中间啊？下一个是我只要努力，一定有机会的。一二三。没有，你讲过这句话吗？很常讲啊。真的假的？自己跟自己在心里讲这样。对对对，我没有念出来。可是你常成功吧？对呀、啊，就大概命中率可能80%吧，那蛮高的啊。因为他都换个方法晕的，从他朋友下手啊，从他妈妈，从他像村包围城市啊。哇，这真的猛哎、欸！同事包围法。对，下一个，可是他人很好哎、欸。哦，一二三。没有、欸、你们没有，就别人在骂他之类的。对啊，只会知道自己很喜欢他，可是不会说他人很好。所以你常讲吗？我蛮常讲，是他人很好。就是朋友在劝你的时候，你会这样讲？我会这样讲。他人很好，为什么朋友还要劝你？就是因为他不喜欢你啊。可是我觉得他人很好啊，但我就想要坚持。对对对，我想要坚持。所以米姑也讲过，没有讲出这句话，可是就是会替他辩解。可是他对我怎么样？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还是有机会吧，类似这样。哦。这种多数后来有，后来结果好吗？不好啊，不好。对，很好还是会对你不好。就是他人很好，但他是不想跟你在一起，也没用。对，也没用，真的。就他每天帮你送早餐，可是也只是想要请你吃早餐而已。这蛮好的，这样蛮好的，真的另找极端。真的不错，我不会再管他回不回我讯息了。叮咚，马上拿起手机看是不是他。好，有吗？一二三，有。好，你怎么可能？我有，他是拿手机啊。这一定会有啊。我以前有曾经介绍一个男生给教主过，然后教主对他蛮有兴趣的，然后就后来教主就是在等他的那个讯息。谁啊？你们高中？对，高中的时候，对，他就在等他的讯息，然后我就偷偷的一直偷偷打，用警三一警，然后打给他，他就，我就被吓到，你知道吗？那后来怎么没有？他就没有传信给他。对啊，他跟我对我没兴趣吧？对啊。下一个，他都叫我帮他写作业，他看来他没有我不行。一二三，对。很多次哇，真的假的？连臂展都做哎，做两份啊，全部。你会真的觉得他没有你不行这样？会。对啊，真的。那万一他这个可能不行怎么办啊之类的，对吧？啊！大爱，哇塞，我真的是博爱，你现在笨啊！我真的只剩三十一点了，脑残长不要生病。常就讲到，如果有时光机会，会灌自己一拳哎、欸，会灌。要去吗？你要去蛮多时间。对啊，你要怕每个你要带回来。对啊，那马斯克不要再去月球了，先发一个时光机麦。让我们先回到过去好吗？不然到时候万一我80岁跑不动，跑太急的地方，高中要赶，大学要赶，对，国中也要赶。对啊。我会等你，那我等你跟他分手好不好？但是都是等你的，等你系列的，就是我等别人。你有跟他说我会等你？没关系，
一二三，哎、欸，你等过？有啊，等过哇、啊啊啊！还是你手指直接先放着、欸，你手指先这样，先这样子，好，吊着这样。哇塞！他讲出来，要还哭着讲哎，怎么讲？还原一下。我可以等的、啊，可卑微哦。真的，刚刚打的，真的真的马斯克，麻烦你了，马斯克。所以那时候你有想过说要等多久？你 OK 都可以。对啊，就没有一个时间点，因为就是愿意等了。哇塞，郭真的是很做慈善事业，他慈善家吧？感情上的慈善家，感情上的慈善家。下一个也算是辩解的一个，他只是很忙吧？哦，好，曾经就算了。一二三。我没有，可是我曾经也会这么觉得，但我现在认真不觉得，我觉得不会有多忙，只是想不想回而已。连马斯克都可以一直发推特，那你马斯克还忙吗？哎、欸，大便什么的，我不相信发不了一个讯息。我都会直接想说，啊，就这样尿了，就这样。对啊，这样，对我现在也是。他真的就是不想尿，他真的不想尿，那就只有原因喽。真的，下一个是我不够好，这是一首歌吗？是我不够好。好，一二三。两个，所以你们都会自我反省哦。会啊，尼姑，哇，哇，尼姑也是不相上下。尼姑是一个葡萄哎，巨光尼姑，好多，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就是会觉得自己是哪一个点可能要再调整。可能他就会喜欢我，类似这样。他不是喜欢你的话，就是喜欢真实的你，就是那样的你，没错，对吧？我觉得很难改到什么他喜欢，喜欢就喜欢，对吗？真的真的。下一个很红的一句话，他有看我限动哎、欸，哦，一二三，你好，好不好？因为我那时期还没有限动，所以你会用这个当标准？错、啊，我也算有哎、欸，就是明明就是他有看我限动，可是可能不会有信息，但是我觉得他有看我限动，就代表说他还是有在关注。而且我不确定现在是不是这样，就不是之前 Instagram 限动他不是会排名吗？我一直都觉得说就是越常看的人是在最上面，所以我就会一直去刷看。那个我在的那个人是不是在上面？这是有被验证吗？然后后来名次又会乱跳，可是目前的话，我男朋友在第一个，就是都有在看，都有在看，对对对。但他如果 LINE 都一直就是不太回你，可是他都会看你的现实动态，那这样你会觉得他还是有希望吗？我会觉得他可能在忙。我觉得不会有多忙、欸，只是想不想回而已，只是想不想回而已。再重贴一个，再重贴一个。下一个也是 IG 的，他把我加自由哎、欸，一二三，有吗？这我还好，所以自由也不算。我也觉得自由还好，自由只是把家长排除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自己其实是这样。而且有些不熟的人加你自由，你不会觉得很怪吗？真的，对，自己自由，但其实也不想看到。对，就很怪，可是因为他是绿色的圈，你就会忍不住的去点进去看，对不对？开玩笑。好，下一个，好啊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错，对对方讲。一啊，这个二三，这每人都有吧？为什么没有？我跟他道歉哎、欸，啊，你有跟他道歉过？我有在爱情爱的蛮卑微的时候，我会道歉是我的口头禅。啊，我觉得我也有哎、欸，对，太晕了啊，好豁达的老公，就我愿意先低头这样子。可是我会，对，可是我会在小本本记一笔，就下次我会再报复回来。我心甘情愿。一二三，哇，了不起吧？了不起，太难吃了，太可笑了。很 M 吧，他可能只是十分对我好，我可能会花五十分对他好，因为虽然很多时间都是痛苦的，可是那种只要他一对你很好，对，开心是加倍的，真的很恐怖，那个好恐怖哇！跨年，教主的休闲在跨年，这个真的我真的有听过哎、欸，喜欢又不一定要在一起啊。可能会说我还没有跟你在一起，那你就会觉得没关系，那我就是在对在等一下，现在这样也蛮开心的，对，就是至少我是陪在你旁边的，所以我至少是你身边的那个人，而且会自己乱定义说那在一起就是为了什么，对，然后
要跟他在一起吗？对，他说就是骗自己，真的有爱，爱很多形式啊。那个人就给哦，男生他没有跟你在一起，然后自己解释一堆，真的，真是太危险。下一个，我相信我可以改变他。一二三，这大家都有吧？哎。没有，没有，为什么？我都不知道改变什么。那你们是怎么会想要改变对方啊？就是譬如说他今天做了一件事情，然后我是就是可能那件事情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会觉得说我能用我的爱感化他，对，感化他，就是不要这样这种的感觉，就有点像斗鱼的那种情节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小燕子的那个，对对对，我可能觉得我就可以感化他，就是有点浪子回头那种感觉。那这样子例子有成功过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下一个是，可是他跟我说晚安呢，一二三。想过类似的哦，这学生都会，我不想你没有，可是他们不会跟我说晚安欸，不是晚安，晚安可以替代成别的吧，他报备就是说，可是他有跟我说他要去打球，可是他有跟我说他要干嘛，一点到大都有了，大都有了，开心的开心的开心的，听到可是就这个人就晕船很严重，真的，可是不是，但是他怎样怎样主要症状之一，对方说就是因为太喜欢怕失去，所以想要继续当朋友。我相信，一二三，没有，这我也没有哎、欸。那你相信吗？我不相信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太好，问怕失去你这个很重要的人，怕在一起会失去你，就是不够喜欢啊。我也觉得说，虽然是朋友，你也可能会慢慢变淡。对啊，那什么关系是不会失去、啊？真的，不要这样子，这种偶像剧的话还胡乱。对，真的。下一个，我都在，一二三。我有哎、欸，啊、哦、没有哎、欸，真的、喔，我觉得自己虽然很受伤，可是很怕对方受伤。对，所以对方一只要一难过，我也会跟他说没关系，我都在。而且对方就是会跟你讲一些很扯的事，可能就说我真的不是一个好人，要诚实。对，然后他就说我真的很懒。对，他说我真的不配当你就是喜欢的对象那种的。包容渣男就是因为这样得来了，没遇到这种，他直接就在这里了。他不会用说的，他会直接人在那裡。哦，可能住桃园，然后说要吃基隆的时候，哦，我在那里了，我都在门口了。真的严重吗？就在里面行动票，没有说的。贴啊贴啊贴两个啊贴两个。下一个，他真的只对我不一样。一二三，哦，做美啊，我没有、欸。为什么？你会自己觉得吗？他对你有点不一样。会跟你讲心事，然后说、欸，我不知道什么今天会跟你讲那么多。对，真的。可是我真的都会当朋友。对啊，可是我会碰到这种，我会有点晕，就我会觉得我是独一。对，我是我，所以我现在是知道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。什么？我现在跟女生都不会聊那么多，就跟你就可以聊这么多、欸，哎，这样我就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个，我习惯了。一、二、三。那、啊，这个朋友在说什么？你不要这样这么辛苦，看人舍不得，那就我怎么都没关系啊！有啦有啦，对啊，这句话真的可怜呢，挺够的啊！而且我剪的够多，这六百张慢慢贴。我每次听那个分手快乐前段就很想哭啊，很可怜。就是以朋友视角看别人都很可怜，但其实自己也蛮惨，对，自己超惨。但都是看别人的时候觉得别人特别可怜。好，下一个，下次不会了。玩，下次我真的不会再这样了。但还是会。明天是哎、欸，我跟他出去了。哎、欸，他约我了。对，而且都一开始都不敢讲，都还有逼。就你昨天在干什么？他说哦，好了，谢谢啦，没事了啦，别跟我喝啦，好啦，对对对，下次要找一集是晕船朋友的语录。真的，我觉得可以。大家就是听完今天的那个晕船的窝囊的话之后，等一下来教大家如何解晕的方法。好，我们有集思广益讨论了一下，就是一些实用的。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解晕教室。好，现在跟暧昧对象跑山，跑山，气氛太多了，可以进入夜景，夜景，夜景，急刹，请进入晕船桥段。我们直接来这边看个
夜景，好美哦。因为我知道平常都是你开车载我，今天换我骑车载你，很美。好，我先把车停下。那你猜我想干嘛？在这没有人的地方？不知道。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我不要。我现在什么关系？我已经暧昧了三个月了，现在什么关系？要不要在一起？那如果我不在一起，你愿意载我回家吗？不会啊。不要，我愿意。好好好，说好了，我这边有一份合约哦，你要签字是不是？好对，全部 AA 制。你的一张都给我带了。有，你的一张我带好了。反正这边的重点就是要。带他到一个很美的地方，气氛很好，然后最后说出带他到说清楚峡谷这样，对，说清楚峡谷。哎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那合约要把它拍照传给朋友，对，他在你前面把它撕掉，而且他盖章的时候你要录影，证明是他本人亲签。在他亲签的情况下，我们没有迷惑他，好奇怪。所以这不是解晕，就是直接会在一起的方式。对对对，必在一起之招。可是如果他直接就跳下去呢，那就解晕，代表他真的不喜欢你。好严重，请不要示范，请不要模仿。第二招，好，开始。那个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跟你妈感情很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跟我妈感情也超好，她最近生病就需要5万块，可以现在借我吗？是晕船的人跟对方借，就是哦，好，可以给我5万吗？可以吗？可能没办法哎。好啊，那就算了。请问结束？请问这个捷运的点在哪里？就是看新的人啊。怎么看新？是你的问题吗？借那么多钱干嘛？看他又没帮你啊。至少说我只借5000，这样也 OK。对，5000你也拿。那5000就可以继续晕吗？可以啊，太有廉价了吧？那如果他说可以帮忙，可是都没有拿钱，这样可以继续晕吗？那也可以啊。那你没有解晕啊？哦，对，好。可是解晕就是你要看对方的态度，因为他如果还是态度很好，代表说你们有机会，可能对方只是还不敢告白。所以一定要讲到5万那么多吗？过2万呢、啊？教主有吗？教主来分享。啊，我吗？嗯，我解晕的方式哦，嗯，我有说一个极度负面吧。就比如说我晕船的对象可能跟我就是他没有跟我报备他要干嘛，我看他现实动态他可能在跟别人吃饭，他也没拍什么，我心里就会一直跟自己说他一定在跟别的女生约会或什么什么的，那他一定是不够喜欢我，然后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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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把自己贬低到最低的那一个，不会行，对对，把想把什么情况想到最坏，然后反正就是他绝对不会是喜欢我那种，有一天你就会醒了。我有个自杀攻击法，就是我会疯狂的对对方非常好，我就把我想对他做的事不要留遗憾，一次做完。可是我在做的时候，我自己是知道我做完我这些，我就会就是会离开，对对对，就是我有个那个想对你好的清单，然后就一条一条做。可是这个有点危险，就是我对方。表现出很感动，可能就会有点对对对晕了，所以这个前提要建立在对方就对你把你挂了，就会慢慢所以那个晕船仔不可以太好，要很坏，就是最坏的那种人，然后把我完全看没有那种才可以使用这个，但我觉得这招蛮有用。最后一招就是上次呢，我们教大家就是可以放背景音乐在心里，没错，就是你在跟他任何他讲一些就是暧昧的话或什么，你就心里都在想的那一首歌，对，然后你就觉得哦，其实好怪哦，这样就是一直在想，我看山大呀，你看山小呀，啊，因为上次很多网友呢就是敲完想要这首当闹铃，所以呢我们就是有准备一个惊喜给大家，晕船了吗？我不要华语乐坛最强新人怪物，女或男子团体，首播就是单曲《晕山小》。